圣举，一家重新出发的教育中心，成立的宗旨是为了能够带给小朋友们一个不一样的学习环境，一个像家的教育中心。圣举相信，一个完善的教育系统必须超越学业。随着教育局最新的教育政策，圣举的小学陪读课程也将不仅仅是学业。除了帮助小朋友建立一个好的学业基础，圣举也将通过小朋友的日常生活提炼六个非常重要的个人素质，其中包括领导、团体精神、纪律、独立等等，尽心尽力让每一位圣举的小朋友达到品学兼优。圣举在创立的路途中受到了很多专业导师以及在职教师的指导，为了确保圣举一定的教育水准，圣举对教师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每一位教师，无论是助教或是班级老师，都必须通过圣举严格的训练与指导。除了拥有一定的资历，圣举更注重的是教师们的爱心、热忱以及耐性。陪读不同于补习，老师们的软素质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。圣举特别注重中心的设施、环境、安全以及卫生。圣举希望所有小朋友能够在一个安全、干净与快乐的环境里学习与成长。看了我们的视频，是不是也想来圣举了解了解呢？我们位于 Lee Garden 商业城。谢谢您的观看，让我们一起推广教育不仅仅是学业，让我们一起圣举见。